茶禅行者透过沏茶、拿壶、取杯的过程中，体会洞中禅。佛学班、才艺班老师们出席多伦多人间佛学院所举办的2024感谢有你茶话会。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凡法师以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一笔字当中的静心专注，来提醒现场所有人要寻找自己的心，检视自己的心，并且请老师们试着品尝本来清净的滋味。心念应如水般清澈，不因得失而失去了真心，让这次的茶话会充满着佛法智慧。人间卫视多伦多综合报道。